喜欢七龙珠的大小朋友们一定都很希望自己可以像主角孙悟空一样使出超强超帅气的龟派气功来打倒坏人，维护宇宙和平吧。可是啊，只要按个按钮甩甩摇杆就能够使出来的话，好像又有点没劲。要是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么这款七龙珠 Z for Connect 绝对会让你大呼过瘾哦。游戏当中，大家会沿着原作的剧情扮演悟空一行人，来对抗各种侵略地球的势力。战斗中大部分的时间会维持在第一人称视角。多亏了可内感应器的强大功能，玩家们只需要直觉性的拳打脚踢，就可以使出连绵不绝的攻势。拉开距离的话，也可以把手往前挥，丢出各种气功弹来攻击对手。另外啊，有时候画面的上下左右会出现指定的动作图示，像是右脚往前踹或是下腰等等，这个时候啊，乖乖的照着做就可以施展华丽的追击或是闪躲敌人的攻击哟。那么也该是时候来出个大绝招啦。首先要抓到战斗的空档，做出像蹲马步一样的动作来挤满气，然后把你的双手往后做好准备动作，再跟着悟空一起发出龟派气功，把敌人轰上天吧。